所以地不成灾，水火风啊，火水风是成灾的，风更严重，风更轻就更厉害。啊，那么所以叫安土地，就是将四大安稳的意思，啊，四大安，第一种，第二种是什么？我们诵经的时候呢，土地诸神最先知道，因为我们是立在土地上诵经的，所以土地诸神是最该知道啊。土地诸神也是护法，那意思就是说为我们护法，不要诵经的时候打瞌睡啊，很烦呐、啊，或怎样。有今天就有人在问我，他大陆的人。好，他说啊，我光去扫墓，然后呢念一个大悲咒啊，就念到犯困，想要睡着。他说问我说是业障，我说是啊，那就业障，才一个大悲咒我也念不完。那就是受到挑战嘛，所以呢安土地真言。那再来就是公文，这个公文就在这个就在讲缘起。这段文基本也唱，那就是让你对那个缘起更理解，懂吗？好、哦，不然念过就好了。公文如来应化菩提群集，尊者行持先尊后继，可以这样子。那这样的话、短了很多嘛，是的。但是呢，就对那个缘起没那么了解。那你看看我讲缘起讲几年了，你知道？几乎每一年拜水忏，我都会稍微讲一下缘起。就今年讲的特别不一样，每一年当然都不一样了，但是只是在末节上面不一样。今年呢，大概是我的生命也比较跟人家不有过去跟那比较不同了啦，所以我体会更深。所以我今年讲的方法，特别是今天晚上，今天送完之后，我讲那个内心的状态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说，知道这个缘起可以这样，就你看嘛，他就巴拉巴拉就这样很简单的讲过去，但是呢，他的内在要用生命去感受，那你那个缘起就会让发起一种记忆跟随喜，跟好要修学的想法，好、哦、要知道是这样。好，所以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公文如来应化菩提群机啊，尊者贤慈啊，心慈啊，贤尊后继啊。这个尊者是指的是就是那个啊，对，乌达国师啊。哦，那么贤尊后继呢？江城月印迦罗啊，迦摩罗吉而是啊，而假是幻矣啊，等等啊。这个就是。”人面疮啊，那种人面之疮啊，这个视线在幻躯身上啊，那么呢得损啊，恩浓啊，刹帝利宠而荣膺宝座，那得损恩浓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的啊，不描述什么呢？描述尊者当时这件事情呢，说起来也是很纠结的。得损恩浓，这是不幸，也就是所谓的德不配位啊。因为华人社会也特别有这种讲法，行菩萨道的人呢，就不能再这样有这种想法，这种想法就错了。你知道几年前呢？那个王建民在美国曾经19胜，很难哦。20胜已经要几乎要，如果连续20胜的话，几年下来他可能要进那个什么名人堂了。啊、哦，一个球技当中，一位投手要得取20胜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球季当中就是那个90天还多少天，然后呢有一般来讲都是要5、6个主投，一般要排5个，那5个你看去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轮主投没有几次啊，那你又能得20胜，连续几年他第一次19、19这样，这是很难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的教练就一直要他扛起来，你知道扛什么吗？扛舍我其谁，我要带动整个球队的气势，我就是 king， 我就是王，我们
这个球技就是只有一个目标，总冠军啊，就是他有两个球团呢哈，大联盟跟国家联盟，他们得出冠军之后，这两个冠军再干再打，打七场，那最每年度最精彩的就是这个七场，两个联盟的冠军再打一次，啊，他们号称叫世界冠军呢，啊，是这样。那他自己讲的了，不过确实也是啊，因为世界精英都到那里去打了。他的想法就是，我美国不是美国，我美国是一个平台，世界精英来这里打球，是这样。我总不能换来换去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就是他是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基本事实上接近对了，接近是对的。那日本的精英也要去那里嘛，台湾啊、大陆啊都会去那里打。好了，他就要他说。做一个扛起来，那我们的王建民呢，还是就像华人社会一样，静静没声音，那么就笑笑的，也很谦卑这样子。他说：“哎，都是球友帮忙这样子，这是华人的优点，是这样。华人的优点是这样，但也不能用死。华人也是缺点，干嘛？华人讲的。”不能出头，出头就被打掉，要做老二。华人在学做老二，做老二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请问没有老大怎么会有老二？那你为什么老要做老二？就是老大先死嘛。这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行菩萨道要做众生不请之友，你怎么会去做老二呢？老二是明哲保身才叫老二啊。结果华人以为更要命的，他自己主张明哲保身，他特别讨厌出头的人，特别是佛教徒，那之恶劣，极端恶劣。人家在为佛教讲话，他说那个叫没修行，躲着远远的在那念佛的说那叫做老修行，他在颠倒，为众生抛头颅洒热血，那是很辛苦的。但是你说，哎，这个没修养，你看跟政府讲话那么凶悍，你要知道政府人员呢，你要不凶悍，他根本不理你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华人社会里的老二哲学啊，其实是非常违背菩萨道的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不争名利可以，你出来做老大，有人比你强，你马上退下来，你随时准备退下来，这样就 OK。你看最近我一直让中国佛教会出来讲说他要推宗教基本法，我一直让他出来推，现在大家很理解啊，我法上法师退到幕后了，我在支撑他，以将来的荣耀归于一切宗教，甚至不是佛教。虽然宗教基本法最早是我提起来的，但是不重要，最后谁把它完成才是重要，绝对不是法上一个人，但是大家的事。那我当年推，我不就是出头吗？那要是做老二，谁来推啊？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老二哲学是很不恰当的，很不恰当。道场当中，有人就这样讲：哎，道场每个都做老大，那不完了？那个住持明天就被人家取代。那个道理不是这样，应该是说，厨房里我做老大。上殿维摩做老大，对外代表知客做老大，整个寺院做代表，方丈做老大，各有老大，各自成就。扫厕所单职的人做老大，尿尿乱尿，方丈和尚乱尿也要被他骂，我扫了这么辛苦，你还给我乱尿一通，尿不进把位还给我尿出来，我也要骂你。各自有老大，各自要出来做事。哎，讲经说法的没有优过那个早上擀面条煮饭的，扫三门的没有比那个没有比方丈和尚还要卑微啊，没有啊。佛门里头个个平等啊，所以佛门里头每一个都要为众生付出你的价值，这
这样，不是说每一个人来抢所谓方丈这个老大。方丈怎么会叫老大呢？方丈这个人叫做奴隶，他哪里叫老大啊？每个人都可以发脾气，就只有方丈不能发脾气。那天拜忏呢，我跟辉师傅讲说要拜六拜，他当场就吼我，你没有看到？我跟他说、啊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是他吼我，我不敢吼他呀。你们看到了是不是？你们看到我还不是吃饭睡觉。要懂了，是这样。所以德不配位这个事情不一定对，不一定对。你要度众生，等你成佛最有德，你才来度众生，才来做方丈和尚。我今天做方丈和尚就是因缘而已啊，我有个发心，人家相信我，那我来做。你说我有德才来配位，我今天敢坐在这里，所以我有德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才不嘞。德有哪有止境啊？你什么时候才叫能配位啊？对不对？那就做不来，做不来就惭愧忏悔嘛。这个部分我应该做方丈，应该要有钱自动进来才对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去观察了一下，200块一个蜡烛，酥油灯到现在还没点完，你看看，你看多苦恼啊！差不多了吗？你不要安慰我。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叫他德不配位？没关系啊，我在努力修行就好了啊。这个道场不能够说啊，万佛寺你看看欠人家5000多万了，德不配位啊，老子不干了。你们看谁德配位去干好了，大家就看谁德配位。你讲的这句话就谁敢上去啊？你讲的德配位才能够有德，才能够配那个位，那谁敢上去啊？谁敢自称自己有德啊？我请问。所以这种话不对的，你懂吗？有些话呢，有些那种叫做菜根谭的那些话，听听就好。用佛法的道理，你才是佛弟子。菜根谭的世间法，那不是不一定是儒家了，他也用一些佛教的道理，也有，他都混到一块儿。他是明朝还清朝人的书生写的，闲闲没带字，他去整理了他认知的所谓道德，那有些是不对的。我们华人社会，我特别是出家人，有时候佛法不知，他就读这种世间类道德的东西，然后拿来当做佛法的实践纲目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违背佛法。看起来是道德样啊，懂意思吧？懂意思吧？人家能够去做住持，人家能够去开车，人家能够去做维挪，自有他的发心跟因缘，我们就去帮助他。管他德够不够，你要用德不配位这种概念，你就会出现一堆轻重。他在看，看，看，我看你有没有德。你要盖庙，你要推动宗教基本法，凭你这种德性，德不配位，就会惹出这一堆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啦？然后呢？好，果然不成功了。他就在旁边说风凉话，你看吧。你看吧，这种讲法是什么样？也就是说，我不发心是对的，只有那个笨蛋德不配位去发心，你看果然失败了。然后不要说我没发心，我德不配位啊，所以我不去符合道德的。你看看这多颠倒的一堆思维，有没有？多少那些不发心的人，他还自命清高耶，就是这类思想。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我只告诉你说，真要做菩萨，脑袋要换，要升级，要 upgrade， 你懂吗？你不要再装上这一类虚伪的道德观了，用觉性做根本，你才会懂，你才会读出这里头的荒谬性跟我执，这根本就是我执嘛。我请问你哈、哦。配了那个位又能怎样？不过就是为众生服务而已啊！做得好
众生的功德，对不对？做不好，我发心为众生还做不好，那么找更有因缘来做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得不得？我就在努力啊而已啊，什么时候叫做得能够配位？成佛了而已啊。哎呀，我不敢，我不敢讲经，哎呀，我不敢做主大寮，我不敢做维罗，我没道德。哎呦，那叫做道，做维罗就是自称有道德的咯。你不是在笑人家吗？人家不过就是发心，懂吗？懂意思吗？不要再这样假惺惺的，那根本就在自我保护，还拿了一个道德的帽子这庄严自己。华人社会里充满了这种荒谬的思想，懂吗？懂意思吗？这在西方他就认为不对，他就说你今天是领球队，当然我不是批评了，在西方的角度他这样看，你领球队的钱领的不少，当然他领的少了。我们不谈王建民，我们就谈一个客观的人。那你今天技术这么好，也当然是我们的教练团把你训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用这个钱来买你的技术，那当然你就要自动出来做 leader， 要出来呼唤大家抢世界第一，要凶悍，要勇猛。这时候你就要起嗔心，起慢心，导引大家出啊！就算不行，你也得喊。那这样才是符合球团的利益。他的概念是这样，西方人的概念是这样。这种当然不等于我们在道场当中哦，一定要这样比拟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说道场的利益就是修行，每一个人都为道场而出来为大家服务，那不就是道场利益吗？所以不要再做老二，也没有什么当仁不让，也没有什么不用让，也没有什么当不当人，每一个人都在他的份位上。我称这里的师父都称师父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啊。我没有称什么师什么师，今天妙音师父帮我录影，不是他地位低，也不是他落低，不是，是他发心，是这样意思而已。他跟我基本是平等的，我们都叫比丘，都着份早衣，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佛门里头啊，不要再有这种颠倒的、我执的、假惺惺的伪道德，不应该再这样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就在这里出现啊。这句话《入忏缘起文》当中，他说：“得损恩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是就他个人说的。悟达国师已经去做国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配位？有啊，他就已经做国师了。一国需要国师，也就是皇帝想要信佛。”那你来做他的国师，不然他找谁做国师？他找上你，你自自然然的说我不求，但是你真的要找我，相信我，那我就来挂这个名。总是这样，佛教有人跟皇帝做沟通嘛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他去了。重点就在差在哪里？差那个恩字，就问题就出在这个恩字上。不再差这个损字上，得损恩浓，问题出在恩字上。请问，我去做国师，你到底要怎么想？你是什么？你凭什么答应要去做国师？哎，你们不知道我的问题吗？啊，谁？对，为了众生，跟皇帝有恩没恩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如果你认为那有恩，你就有名利了。名利是皇帝赐给你的，你做国师之名。我说国师即非国师，是名国师啊，这国师是假名啊，跟你皇帝有没有赐恩与我完全无关。我可以随时不干。今天是因为国家之主需要一个什么？一个指导，心灵指导老师，佛教的心灵指导老师。
那你愿意找我，那我就如愿如幻的来干，跟你有没有恩无关。一开始如果他这样想对了，那么踏上那个什么那个皇帝的肩膀，就不会起什么心满心了吧。我是为众生服务的，你给我踩，你也是在为众生服务啊，不然我这国师坐得上去法座讲经吗？我当坐不上去啊。那踩你这个肩膀，那算什么？我都能做人天至尊了，人天福田了，踩你这肩膀刚好而已啊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人嘛。但他刚开始如果念恩，那你将来你就知道恩宠如山嘛。那你就会觉得他既然对我有恩，哪还愿意肩膀让我踩？万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他这个万人之上的老的人，居然在我之下，哎，一念慢心就起了。所以从恩开始，你就出问题了，你就出问题。你可以说谢谢，看得起我，这还 OK， 但你不能真正心中念恩。你没饭吃，和尚吃饭不是靠皇帝的恩的，靠谁？靠谁啦？什么十方？你没读经典吗？经典说，世尊舍一他一毫毛的功德，我连十方我都不舍，我都不甩啊！我是靠世尊的一毫毛功德。不过这有个前提的啦，你要着袈裟持佛戒啊，不然你是偷吃了释迦佛的饭。当持是最起码的持重戒，要持住就是了。那听懂吗？所以不是说你不懂得念恩，不是，是这件事情根本跟恩无关啊，懂不懂？懂不懂啊？我又不贪你做国师这个名字，你给我，我只是来行菩萨道而已，跟你恩不恩有什么关系？懂吗？所以不在恩浓，就错在这个恩字上。所以古人写文章，他还是落入了这个皇帝皇恩浩荡这种观念里啊，懂不懂啊？懂不懂啊？禁读古书不如不读书哦，我告诉你。你如果在批评古人，批评古人又怎样？我又不是批评佛经，古人本来就不是全对啊。我一切都是依照佛法的根本在说的，得损倒是 OK。你要自己知道得损，随时都要自己知道得损的。上至 皇帝不用谈了，皇帝不一定是 佛法了，就上至等觉菩萨都要求忏悔。我今天才讲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求忏悔？得损啊，还有不足啊。得损是 OK， 所以问题的出在恩浓这件事情上。不过当然呢，人情是要感谢的，人情要感谢。你不能说，我跟你什么关系啊？皇帝滚一边去！当然没有要这样做，皇帝还是要尊重，哦，也是要感谢，给你有这个机会，怎么样利益众生，这是 OK。感谢归感谢，不能念恩，他不是他恩赐给你的，你恩赐给你，你就变成得一个什么好处？没什么好不好处的。就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从来没有好处或不好处这件事情，懂吗？在厕所里扫粪坑的，跟在皇帝身边做国师的，功德当然看起来不一样，能影响当然是不一样，但是就那个佛性的本质是一样，就不贪染的修行，德目来说都一样。扫厕所的不能贪他的小功德，做国师的也不能贪他的大功德，这样子才与空性相应。就《金刚经》讲的，说功德非功德，是名功德，这样子观察，这是不是在讲天台了？处处都在修三观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哇，我已经过时间了，10:30，怎么时间这么快啊？好，那么就这样了啊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话拨，户名，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。
0800-1996-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庆祝母亲节暨佛诞节，举办庆祝母亲节暨佛诞节亲子手作殊食祈福活动，当日将有点灯祈愿、浴佛及周金莲老师示范殊食料理教学，欢迎亲子们一起来学做殊食料理、手作胎球，庆祝母亲节及佛陀圣诞吉祥。日期5月7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。当天活动结束后，中心将准备蛋糕、大杯水与大家结缘。本次活动全程免费，欢迎大家共襄盛举。由于名额及场地有限，敬请尽速报名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捷运文湖线的捷运湖州站1号出口，慢走5分钟，快走3分钟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、浴佛节暨庆祝母亲节，举办感恩惜灾祈福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期5月14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戒杀如素护生点灯供水及殊食飨宴。法会地点：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-4。洽询电话：南投分会0492561311，0492561311，草屯分会0492315999，049231599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